东太平洋大飓风现在已经在美国境内了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主持人金看气象，气象看主持人金了。大飓风啊，这个希拉里啊，昨天就快要登陆加利加福尼亚半岛，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已经登陆了，但是登陆的时候中心气压是998.8，中心输入还有100到90之间的，相当10级到9级的台风威力，向北而行啊。但是登陆之后啊，它遇到陆地啊跟这个高压影响，它慢慢萎缩掉了。中午的时候经过洛杉矶，现在已经到洛杉矶的北方大概300到400公里啊，而且已经变成了热带风暴，渐渐在萎缩当中啊，应该是明天后天就会消失在美国的境内啊。但是呢，登陆之前还是非常可怕。从墨西哥西方这里海域变成了最强的是17级到18级的，但是它现在已经渐渐萎缩掉了。所以这个八号飓风希拉里就这样没落结束掉了。但是大西洋就非常的可怕，里面有5个低气压存在，到底什么情况呢？下一集回来马上回来哦，拜拜。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关注台湾竹千心。